目前，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，我市已累计出院80人。截止8月14日24时，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，新增出院病例13例，累计确诊病例92例，住院病例33例。所有病例均在大连市第6人民医院集中隔离治疗，目前病情稳定，无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，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出院一例，正在实施医学观察的本地无症状感染者5例。8月14日，最后一例重症病例已调整为普通型病例，我市已无重症病例。